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农村小花匠。在我身边的这盆龙骨，冬季的时候由于温度过低，遭受了冻害。它现在这个中部，现在这个遭受冻害的这个部位，已经这个形成了干疤。你看这种情况吧，它这个龙骨的这个萌发力很强，这个特质，它发了以后吧，它很容易这个中部给它折断了，还不美观。像这种情况，我们可以给它从这个中间给它剪掉，剪掉了以后吧，它每个这个茎节上，它不超过一个月的时间，它能发出五六个特质来。首先，我们给它先把这个给它剪掉。好了，长这个腐烂的部位，我都给它修剪完了。修剪完以后吧，当时是不大好看。它过一个月以后吧，每个这个茎干上它发出五六个特质来，当年能长到这个40公分左右。好了，我们现在给它把这个伤口给它涂抹进行。你要不给它涂抹的情况下，它很容易形成一个干疤，它水干子上的干。好了，这盆修剪的龙骨我给它处理完了。处理完以后呢？修剪的这个枝条吧，你千万别把它扔了，扔了以后怪可惜的。你可以给它截成段，给它进行扦插。你像这个吧，给它截成两段，先把这个底部给它用这个桃木灰给它粘一下，然后从中间给它绞开。这个呢，就直接涂一个插条就行了。将这个腐烂的部位把它剪掉。好了，让我给它修剪完了。修剪完以后呢，我们把它放到阴凉通风的地方，晾晒上2到3天，然后再进行扦插。怎样来进行扦插呢？敬请观看下期视频。